等下请 Daniel 准备，就是小班移到最后一个这样。大家好，我是 Timo。那今天来介绍就是如何自动化生成那个资讯图表。那资讯图表跟我们想象的生成一张图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会请 AI 帮我们生成一张我们想要的画面或想要的图示或图案，但资讯图表的部分比较复杂。图表有点像是我们希望想象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有圆饼图，可能会有长条图，可能会有折线图，可能会有一些 Excel 上面的图表。那这跟我们使用 Excel 然后把数据丢进去之后 Excel 自己帮我们生成这些图表有什么不一样？那我等一下会说明这样子。好，我们可以用GPT-4 直接生成一张图片吗？不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就是生成一张图片，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运用它来生成图片。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GPT-4 它其实是很棒的，在就是理解一张图资讯图表里面，或者是资讯的图片上面，它有哪一些内容这样子。对，那如何反向利用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Bing，就是前一阵子还在排队，现在突然就是直接就提供有这样子搜寻的功能，然后搭配新的 GPT-4 这件事情。那我们想象中那个Bing后面做了什么事情？它依然是一个搜寻引擎，就是它把它找到的资料列出来，然后呢，交给类似像 ChatGPT 这样子 的 AI 的行为去帮你做汇整整理之后，所以你的Bing的搜寻结果会得到什么？当你开始搜寻的时候，它会列出来有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是已经整理好汇整的资讯，后面告诉你它的出处、它的内容，然后以及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点那个连结去回到新的内容。也就是说，它帮你汇整了你原本搜寻出来的结果，然后帮你整理好，给你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它有经过一些说明，所以你感觉好像在聊天一样，它会提供这样子的内容。那当然，前一阵子那个 Microsoft 的 Bing 它也有提供，就是你可以咏唱一些内容，然后它会帮你生成一张图片这样子的服务。所以呢，我们的主题是讲说，如何自动化生成一个 infographic， 就是资讯图表的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就是 Excel， 然后之前有说，他们有一个预览的模式是会导入那个 Copilot， 就是让你去生成这个资讯图表。我提的这个主题非常类似，对，那也有点像是我重新把刚刚提到这些技术当成是我积木的原型，然后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服务这样。所以，当我们现在手上有这么多的工具，这么多 的 API， 这么多的服务，我们如何把它串成一个，可以自动化生成资讯图表的服务？理想上是什么？现阶段我们如果想要生成一张图片，我们可能需要咏唱，就是你需要一个咒语去提示这个 AI， 告诉他说，我想要生成的这张图是长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材质，它是什么样的特征，然后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以及它未来呈现出来给人们看会是什么样的一张图。但是呢，有没有可能省去咏唱这件事情？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转身异世界相关的一些动画或轻小说，通常男主角去了异世界，第一个自带的效能就是舍弃咏唱，就是不再需要做咏唱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需要咏唱，就是舍弃咏唱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提的这些解决方案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我刚才有提，它可以帮你整理资讯，它可以帮你汇整结果，然后提供给你。那有没有可能这个阶段咏唱的部分不是由自己来处理，而是由
AI 来帮你做咏唱的这个阶段。好，所以我要提的整个刚才讲说自动化生成资讯图表这件事情，它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想象？我今天提供的是一个概念上面的开源，就是想法上面提供分享给大家。它的做法是，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公部门的公文，有一份公文，有一个完整的内容，那公文可能会有一些既定格式，或是我们今天有一篇需要公告的内容，它是一个像医院或者是各级单位他们有一个需要发布给民众知道的资讯，它是一份完整的文件。我们今天把这个喂给刚刚提到的这些流程，然后呢，它自动帮我汇整整理出重点，揭露出民众所需要知道以及对民众来说没这么文言文的字句，接下来萃取里面的关键字，可能会提到跟猫狗有关啊，或提到跟生活有关，提到跟医疗有关，自动帮你搭配一张可爱的小图，或者是跟这个公文内容有相关性的主题的一张图片，然后呢生成不管是懒人包或者是资讯图卡或者是资讯图表，帮助未来在任何时候，不管是政府单位或者是我们需要在社群媒体上面发布一张公告的图片啊，提示的图片啊，或是像疾管署那样子，他们每一周每一天都会提供一个可爱的小卡，在讲现在疫情相关的资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流程整个串起来？我今天就只是我还是发公文的公务人员，我把公文发出去之后，它自动帮我经过了舍弃咏唱的这个阶段，以及自动化智能提示的这个阶段，然后帮我达成生出一张可爱的懒人包，生出一个可爱的图表。那现在工具都有 ，API 其实也都在网络上都可以集集了。我们就是把这些兜起来，就像拼积木一样，我们把一层一层的服务堆叠出来，这个指日可待，下半年应该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服务在市场上面提供给大家。那我们自己做得到吗？是可以的。刚刚有说，我们已经把每一个阶段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它有什么样的流程都分解给大家。如果你可以兜积木，你就把一片一片一片的积木堆叠起来，就会成为这样子的服务。好，谢谢。好，那我们感谢 Timo 的分享。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位是 Daniel， 为我们带来。